大隻佬密實現身，36歲趙東客都冧，47歲祖賢依依。哇，喺華家訪問嘅大隻型男趙東客啊，終於都見到佢真人啦。但點解佢今日咁密實嘅？留意翻啦，佢今日嚟香港出席化妝品嘅活動咋？呢啲場合露 body 係咪好唔啱 feel 咧？不過佢今日話，如果角色需要，佢全裸都得嘅。其實真的很懷念他在華家訪問拍那條宣傳片咯。醒下醒下醒下，抹回口水先啦。剛才趙東客都自爆他以前呢真的就鍾情靚女，但是现在人家性格先行的，你只是挂着发白日梦，他眼尾都不会望你一眼。问到他女星方面喜欢谁，他就说自己喜欢舒淇，这个很容易理解啫。但估不到大他11年的王祖贤他都很喜欢。王祖贤跟我们都成为어렸을때저희는그무상이었습니까乜趙東客留意親嘅人都有翻咁上下年紀嘅，所以我哋啲後生女冇行㗎。